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已经圆满结束，四哥谢贤就攞咗终身成就奖，黄秋生同曾美惠子就成为今届嘅影帝影后，而魏英雄同袁富华就分别攞到最佳男女配角奖。赛前已经获得17项提名嘅无双，最后就攞咗7个大奖，实至名归成为大赢家。但系有份角逐影帝嘅发哥呢日就竟然冇出席颁奖礼。其實他不嬲都唔係好睇重呢一樣嘢嘅，佢都即係有時都講話你做咩幫我報名啫？我冇幫你報名啊！你有喺香港上映金像獎就會擺你喺個名單度㗎啦，唔關我事㗎。